悠悠，我在新房等你，我们冷静谈谈吧。10年的感情难道就这么放弃吗？你不来我是不会走的。 你要找我聊什么？你跟我说过吧，你想30岁前结婚，你想要搬出来住。我也无数次畅想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的生活。我们马上就要实现以前的愿望了，原谅我好吗？ 悠悠，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，相信我，很快就会过去。范云熙，这不是生活中的小插曲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跨过去。或许你能，但我不能。人这一辈子，谁能保证自己绝对不犯错误？我只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你看这房子里的一切。 都是你喜欢的，这一天我们期待了这么久，你就真的舍得放弃吗？